我不信命，走。我在想，会不会因为我确诊发病的那天，我还兼直播了三场直播，对我后面才这么严重、啊、我确诊整整病了8天，然后到第10天才转阴性，到现在还在咳，然后喉咙还是有一点哑哑的，当重感冒、啊。不要再重感冒了，没有经历过的才会在那边讲重感冒，这绝对跟感冒扯不上半点屁关系啊！我大概整整6天半没有好好睡觉，每天都睡个半小时10分钟，你身体太痛苦根本就睡不了。这边讲重感冒的，我觉得都是脑残。这个确诊病毒的威力，根本就跟感冒不是同一个档次的。玩个水仙，感觉得打连败啊！我怎么感觉我每一局都在打连败啊？这他妈是不是我的问题啊？不是吧？这不是我问题吧？就是你猜我说的，血鬼2只，狗头2只，石头2只，猪妹2只，4个对子，玩你妈！超级加倍，坏了，然后不能再低了，低空了20块，这把注定是没分了，好痛啊，要死了！这备战区干嘛？你在笑我吗？笑我什么都差一点，一事无成吗？你笑啊！不要蝎子！干！干！差一只，我直接低杆都不来。他准备跳脸，哇，好痛！啊！启动还要输欸，操！他妈拉克斯不删呐、啊，那边靠背，是只有拉克斯还能拿了。这拉克斯的价值值个20块吧？接三星神殿师挡水鬼，没错、啊，能抓几个下来就抓几个。喵喵，不行，我们要做一个称职的水鬼，注意一下那家亚牛，看起来他是最有机会被送下去的。嘿嘿嘿嘿嘿嘿，哎，没对到。没事，整条刮过去，好疗愈啊！超级保龄球，干不能直接喷个石像鬼出来，石像鬼或浩战都挺爽的。拜托啊，星界，洗点妆吧，不要让人瞧不起你啊！哇，这只雕像太细节了吧？他摆雕像吃我一炮、欸，吃我2炮，有点猛。还好我超重，别瞄我，别瞄，干！哇，要死了，3D。哦，突然有病了。容错来一下，容错来一下。来吧，加油！拿改补，哇、啊，拉克斯，啊！超级可悲。算了，有点烂。特哥，我没想过还可以刷的更烂，你就像玉龙啊，还是鸟吧。啊！牛了！经典战旗甲鱼，输赢，输赢输，你是咋包的？哇！是什么东西呀、啊？那是跟着侠两星吗？3次5两星侠，这没搞错哦。奇怪，我不是独家吗？怎么刷起来不太像独家、啊？怎么这么难受呢？撇着头，我们要把它提出来。妈，喜欢他就没有同行，怎么会滴不出来啊？就没同行，没道理啊，真没道理。再坚持一下，所以呢，再坚持一下，不可能这么天谴的，天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不可能再更惨了。等一下，应该这50块低杆，亚宁就三星了。我不信命，兄弟们，我不信命！
我老三心了。我不去命炸天我的晚了，来得及吗？两星男将狙去了，来不及，拜托再给我一回容错，求你加油。锁头，锁他男将的头，锁双鬼锁法剑叠加老八丢脸思绪清晰啊完了清晰不了了牌又不能抓找你吗卖了吗卖了你才对子放弃不了而且上垒没三法，继续五人口划水，逆心大军登场，那么来挨打，他满血全入我，操你妈！这个质量差距也太巨大了吧，我十人口估计都打不过他，干、欸、这靠背哦，不是得卖你吧？好奇怪啊，真的好奇怪哦。没事，我们很肥啊，我们三之二可以拉七级开始爆第一波，不用怕。睡啦！终于有一只两星了，造你吗？我就没有时间想太久，差不多就拿了吧。这样可以继续苟吗？有资格继续苟吗？七连败五十块，开低，第二次守护出来吧，四守护叠加，然后转四龙。哎，有水炮哎、欸，难道？没有什么难道了，没有什么难道不难道了。其实我拿守护转干嘛？我守护转根本就没有用啊！我他妈手上一堆守护，我为什么要我的守护转？摆不上去。我放弃五精灵，放一些真正强的守护者上去。那守护叠加吗？我守护转先给叠加吗？这样也怪怪的。又精致了，又精致了吗？没有赢了。看我看得很懵，操你妈！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这给谁？谁不是守护者？全部都是。我这六手呀！等一下，我今天还升六守护者，换龙兽，这装怎么换龙兽啊？哎呦，有蓝霸、欸，还真可以换、欸。真的、欸，那叠加滚了吧？守护龙兽好像蛮屌的、欸。守护龙兽是不是有屌？换了，换了，换了。跟你一样超级戳，超级戳。这真的能玩吗？狗头是用不上了，还是要换刘娜。狗头要比刘娜强吗？感觉大家都是垃圾，不用分这么细，对不对？大家都是垃圾啊，不用分这么细啊。干你娘，抓不死人！完全没伤害啊，兄弟。没伤害怎么整？记，记了，兄弟们，记了。超痒啊！这龙兽巨痒无比，在帮忙刮痧，在帮忙刮痧，然后还打不动我。超痒，是痒没关系啊，慢慢磨会死就好。哎、欸，我要死了，干你娘嘞、欸！
超级可悲。这龙兽他妈是演员吧？他妈的，他一直飞身，一直炸，然后怎么养？我推100万步也是有给你一把巨杀，我没有对不起你，哎，给你六守护这么扛，还有巨杀蓝霸，让你一直放一直炸，结果他妈在刮痧。但我感觉我拿思绪清晰好容易老爸，而且关键都是我会放那个三张心阶，我感觉我就是太贪了。